刚买的遥控飞机，来到室外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来，开箱，全套飞机都有，你看，遥控器、飞机，来，抓垂直尾翼，来，装到底，装起落架，一共有三个轮子，扣到底，起落架安装很简单。OK， 电池，电池要装好，红线对红线，黑线对黑线连接。准备起飞，打开遥控器，再打开飞机的开关，飞上去，拉下来，面对面包，你先起飞。